Lillian 啊，今天来到这个康津，康津就是为了看这个康津 K-pop 演唱会的，就是在康津综合运动场那里。那我们呢现在拎着一张是 Alfredic 的飞啦，而 Alfredic 的话呢在正台前面啦，所以很紧张，因为七点钟就正式开始啦。看来我想说是不错的，因为我想说是 MV 啊，我真的以为他们会不到的。之前不是真心话不来的吗？那现在是不是真来的？我想应该是了，真的很近，真的很近，他们的距离就是这么近。啊，真的心情太好了，이곳에약한2만명이상을목표로합니다근데여러분입장잘해주셨죠네안녕하세요再見啦，追腳俾我 lik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拜拜。